所以总和是多少？二十一乘三等于？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要你填的是这一个三个圈圈，那么已经知道这个是八，这个是十，这个是九，我们用六十三减去已知的八，减去已知的九，减去十等于多少？三十六，得到的是什么啊？对，很棒，剩下三个数的和的两倍，那两倍是三十六，所以剩下三个数的和就是三十六除以二等于十八。好，这一个算出来就简单了。接着您看一下，因为这头边的和是二十一，所以这一个加这一个等于多少？十三。这一个是十三，三个数的和是十八，所以这个数是五。哎，这一个是五，得出来了就很简单了吧？一条边是二十一，所以这一个就是七。那么这个算出来了，这里呢？六。